为小朋友所带来好听的圣诞歌曲，福中华馆长都陪伴来欣赏，现场马上充满着圣诞节特别来到的欢庆气氛，也和背后这全台湾头一站的环保圣诞树首次献身是特别应景。为了配合圣诞节来到，也要宣导环保的精神，江滨工业区一间做家具的观光工厂是特别打造了一张用1000外的回收空罐为主体的环保圣诞树。接着今天也特别邀请中华馆长杜佩官来剪彩并宣告正式启用。一剪彩，健康希望绿色耶诞，基金的空瓶啊做了这个环保的圣诞树啊，可以说啊相当的有创意啊，相当的有意义啊、哦、啊，我们白兰市也是啊彰滨工业区也是我们彰化县成立的第一个产业博物馆，我们欢迎大家有空来参观。这1000个玻璃瓶里面，它特别的有一个用意，就是说它里面可以放许愿卡，你就来我们这边博物馆参观的一些朋友呢，他可以把他的心愿写在这边。那这是非常特别，就是说这所有的一些材质都是属于环保的。那我们也花很长时间来做这个，那它的用意是抛砖引玉，让所有的企业界能够知道这个地球只有一个，我们的环境是不容破坏，是环境的永续是很重要的。健康100，快乐100，圆满100，成功100。2012台湾灯会，欢迎大家。这张圣诞树除了业者强调免点灯，也会当环境的环保功能。另外，游客来到这也当将心愿写伫提款卡，并挂伫树顶，也让这张高达8公尺的环保圣诞树是更加独一无二。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